角落住着一个我，我抽着香烟，我又喝着闷酒，突然之间惊叹身边很多有个男人出现在酒馆中，所有的男人都对你点头，眼不动神在继续的往前走，突然之间慢慢靠近着我，用着暧昧话语暗示着我，请不要敲打我，会热情如火，我知道你有什么念头，可是你的美让我无法消受，一直在你面前手足无措，请不要敲打我，我会发生头痛，难道你只想牵我的手，可是你的身躯让我浑身身材电视的脸孔，我双手脖子锁住四处探索，就是不敢直视你的眼眸，我怕会我只脸先发抖，我心里想的我全部都懂，但是我只能低头假害羞，虽然我也很想能做什么，但是我不敢对不起我女友，请不要跳动我，我会热情如火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念头，可是你的美让我无法消受，一直在你面前手足无措，请不要跳动我，我会发生头痛，牵我的手，可是你的身躯让我浑身欲火，我很想怎样，可是我不敢怎样，请不要跳动我，我会热情如火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念头，可是你的美丽让我无法消受，一直在你面前手足无措，我请不要跳动我，我会发出头痛，难道你只想牵我的手，可是你的身躯让我浑身欲火，我很想怎样，